改造的时候有很多人跟我留言说呢，还是坐在椅子上比较好，所以我还是听从大家的建议，就是又再改造了一下我的房间，所以我现在是把荧幕换到这里来，但是其实这样整个空间就不会那么好看了。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蛮实用的，还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放手肘的，我已经用了蛮久一段时间了，之后有机会我再讲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我觉得这东西还蛮酷的，而且它跟我的那个椅子颜色很搭，很像是一套的。因为我昨天在整理电脑的时候发现一个我之前的东西，这个其实只是就以前写好玩的东西啦。往前呢就到一个村落，这个 3D 的地形是实际上的地形，这个高低起伏都是实际上用空拍机去打高层，然后用点云的方式建模，然后再加一些这种摇杆的操控。乱放，然后这个这种椅子下面都会粘超级多的东西嘛。哦天哪！哦，你看这边超脏的，这边这一区。小小的六角扳手，它就可以拆全部的骨架。这些就可以带隔天的便当，其实基本上就是会煮可能一两个菜，然后就煮食的，然后会煮当天的晚餐和隔天的午餐。好了，完成。
他们如果有新的锅子，他们有时候会寄给我，这个就是他们寄给我的老虎锅，非常可爱。像我最爱就是皮卡嘛，然后呢最常用的其实是雪落锅，这个它的手柄是塑胶的，所以我比较不会像皮卡，我就舍不得用。就我家里现在的锅子，所有的锅子就只有 Nail Flame 的，我朋友他们其实都很想要，所以我有时候就会送给朋友，因为我知道我这样换来换去锅子，就是有时候真的很可爱，看到会想要买。只是呢，因为我个人就很爱用各种锅子煮东西，我真的也是拍了很多影片，里面都拍到 Nail Flame 的锅子，所以他们现在如果有时候有一些新的很可爱的锅子，他们就会寄给我。我以前是不在房间吃东西的，最近有时候真的太忙了，没办法，就一定得一边用电脑一边吃。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多年前了，这边的学校应该是一个国小，这边是在树林里面，往前呢就到一个村落，就是每天会有不同的旅店会模拟这样子。重点是它有这个底座，这个底座就是呢，它可以立着，不会跌倒。我已经讲过很多次，我原本那个吸尘器非常容易跌倒，它这个底座完全就不可能会自己在那边跌倒。有没有看到这区？这区这边超多头发。原本那台的话，其实我比较觉得车用还可以啦，但是在家里的话，的确是有点不够，超脏的这边这一区。放这边完全就不会不好看。我觉得家里没有很大的人，在选电器的时候呢，真的就要选一些比较好看的，这样子呢根本就不需要担心收纳问题，因为它光是放在这边就非常漂亮了。这底座非常好，因为它呢就是完全可以站得超级稳的，不像我原本那台是很常常会自己跌倒，但是真的可以完全自己站立，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。正负零的吸尘器我真的整很久了，他们终于发现了我。那反了，底座其实我因为我的东西真的都是白色，所以我选择白色。他们那个樱花粉色真的很漂亮，我那时候真的很想选樱花粉色。如果喜欢粉红色的人一定要选樱花粉，就可以接不同的头，这个就可以清那种缝缝，这个好可爱哦。点起，这是我个人心中就是超级喜欢的品牌啦，他们的设计真的是太漂亮了。